哎，老板娘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今天这些都不错哦。那当然。今天这些怎么卖的？嗯，这个观音1500，这个1500非常大气啊，金丝楠木的。那后面这个关公呢？这件关公雕工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花梨木的关公很大气啊。这件不错，这件确实挺漂亮的。3000。这3000。那后面这个呢？这件地藏王的，这个只要800。800啊？对。不错不错，我挑一件送给我们公司领导。公司领导啊、你们哪个公司的？我们。对，我们是昆山四硕，很有名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昆山四硕。对啊。哪里？昆山四硕啊，很有名的。确实没听过吗？确实有名，确实有名，听说过啊。不卖不卖，去吧，回去吧，不卖。什么不卖啊？不卖，出多少钱都不卖。我要这个关公。不卖不卖，回去吧，不卖。出你10000。10000我都不卖，回去吧，不卖。昆山是说不卖。